Please don't leave my room again. You're the only thing that made me feel like this year is still worth living. 刚开始见到这些伤患者，其实心里也有点就是会怕怕的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去看待他们。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以正常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，然后去接受，也不要去批评歧视等等的。其实大家只要慢慢渐渐的玩起来之后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所以玩起来大家的个性等等的都还蛮开朗，让我觉得还蛮开心的。这可以附件用，附件各位帮我们用技巧，就是每一只手指头都可以控制，对，也可以训练每一只手指头的灵敏度，就可以轻轻的，对，轻轻的。肩膀的活动，妈来，顺义在后面帮你，对，作为这本来跟减肥有关系，我假期末，可以吗？这个太难，可以啦，试一下，那你换，两只脚一起的，不用到，那我就可以了。这些平常都可以做，就是一些手指关节，对，附件的一些动作都可以，对，都是还有脚的动作，伸展的感觉，做这个比较轻松。那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？他今天下午原本是重量训练，可惜逃不掉了，赶紧的逃不掉。就这么认真。我在认真练哦，我只是在不同地方做。这个不够给。很专业的，很专业，专业的训练。那你要示范吗？我很专业的。一开始是连空杠都拿不起，举不起来，没办法。然后就慢慢从30、35，然后40，到最后60，这样慢慢一丢一丢，然后经过半年左右。半年，那现在最重可以举到几公斤？70，我们最重到70。我今天试戴的是手部的压力套，我无法想象他们把压力套套在肩颈，然后及腹部，甚至就是比较敏感的部位，因为颈部就关系到你的呼吸系统等等，腹部你的吃饭等等都会有压缩到，所以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不舒服。他们只是受了一些意外及灾难而导致他们的颜面受损，请不要以异样及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，因为他们也是一般人。最后，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支持眼部平权。